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小灯塔学堂，让知识陪我们去远航。我是青蛙老师。上一期我们看到，在春秋时期，越国由于被吴国打败，越王勾践在吴国受到了侮辱，他卧薪尝胆，奋发向上，越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，最终打败了吴国。而在这之后，还有一位像越王一样懂得奋发向上的大王，那就是秦国的秦孝公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却不是秦孝公哦，而是他手下的一位得力的臣子商鞅。这商鞅啊，本来是魏国丞相手下的一个小官，他很有才华，但是一直没有发挥能力的机会。魏国的老丞相发现了商鞅的才华，但是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于是在他去世之前就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，还不断地叮嘱说，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，能够当丞相，如果大王不把他封作丞相，那一定要把他抓住，免得他跑去帮助别的国家。魏王听了之后却一点都不在乎，他说，老丞相，你不会是病糊涂了吧？这商鞅是谁？没听说过呀，他有什么本事能当丞相呢？所以等老丞相去世之后，魏王也没有让商鞅当新的丞相，哎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而这个时候，秦国的秦孝公当上了大王，为了让秦国变得更强大，他颁布了这样一个命令，凡是有方法可以让秦国变得强大的人，我就让他做大官，并且给他封赏。商鞅听到秦国要找有才华的人，很是高兴，心里想着，现在懂得欣赏人才的大王真不多见呀，秦国的大王竟然这么有诚意，我决定去他们那里看一看。于是商鞅跑到了秦国来，他恭敬地把自己治理国家的方法递给了秦王。秦王看了之后十分高兴，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才，他拉着商鞅一起坐下来，虚心地向商鞅请教，应该怎样做才能够让秦国变得更强大呢？商鞅握着秦王的手，坚定地对着他说，大王，时代变了，治理国家的方法也要跟着变，要是真想让国家富强起来，只有采用新的做法和法律。秦王对商鞅的说法很满意，于是就按照约定让商鞅做了大官，负责制定新法律。秦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变法。可过了很长时间，商鞅却迟迟不颁布新的法律。秦王觉得很奇怪，于是派人去问，大人，您现在都已经写好了新的法律，为什么还不颁布呢？只见商鞅摆了摆手，之前国家颁布的法律经常变来变去，百姓们都不相信新法律，我要先让百姓恢复对国家的信心，国家有了诚信，说到做到，百姓才会好好的遵守新法律，这样变法才能顺利。几天后，商鞅带着手下来到南边的城门，他让人把一根大木棍竖在城门下，很快就有一群百姓好奇地围了过来。商鞅对周围的百姓说，今天谁能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搬到北门，我就赏他10两黄金。大家一听这话，纷纷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这话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吧，这么一根木棍一个老人家都能搞定，这不等于白送吗？大人这话可是当众说的，朝廷说的话应该不会不算数吧？谁知道呢，这些大人说话总是变来变去，不会是想看咱们老百姓的笑话吧？商鞅看着大家都在讨论，就是没有人站出来，又继续喊道，大家嫌少的话，我再多加40两，谁能搬到北门，我就给他50两黄金。商鞅这么一说，
有好些人就站不住了，但是大家又害怕被骗，都搓着手在纠结着，到底要不要去试试呢？这可是50两黄金呀，两辈子都用不完。众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推了半天，终于走出来一位壮汉，他弯下腰扛起这一根木棍，径直地走向了北门。其实那根大木棍也不算重，只是一根大一点的扁担，基本上人人都能抬得动。壮汉大步地向前走，大家伙一路围观，有的人期待，有的人嘲笑，还有的人就是来看热闹的。结果一到北门，这汉子刚把木棍放下来，商鞅二话不说就把装着50两黄金的盘子送到了他面前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傻了眼，还真给钱呀。不少人后悔的直拍大腿，哎呀，就这样白白错过了赚钱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商鞅大声地宣布说，咱们国家就要实行新法律了，只要大家按照新的规矩办事，每个人都有得到奖赏的机会，但要是违反了，我也一定会处罚他，我说到做到。就这样，百姓们对国家又有了信心，都按照新法律来做事，变法的过程十分顺畅，这些新法律也让百姓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你看，新法律说，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人就可以不用去当兵，也不用再给国家上缴额外的钱，而那些因为偷懒不去好好种田织布而变得贫穷的人都会被抓去受罚。这样一来，秦国的人们都十分积极地去干活，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。同时呀，商鞅的新法律让人人都有机会当官。在以前，如果家里有人当官的，那么他的儿子孙子都可以接着当官，而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当官，只能够一辈子都是平民。商鞅却一下子把这种情况给改变了，而且商鞅还会对立了战功的人进行奖励，士兵只要不断地打胜仗，自己的官职就能不断地往上升，还能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房屋，这对普通百姓人家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大好消息。于是大家为了能当上更大的官，都好好训练，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大大的增强了。推行变法后，商鞅果然是说到做到，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，甚至是太子，谁违反了新法律都一律要按照法律来处罚。魏惠王看到秦国变法之后变得十分强大，他生气地骂着大臣们，秦国变法多成功，再看看你们真是没用。大臣只好告诉魏王，大王不能怪我们呀，其实在秦国变法的人就是之前老丞相推荐的商鞅啊。魏王当场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秦国在商鞅的变法下生产出了许多许多的粮食，军队也越来越强，不久秦国进攻魏国，顺利地把魏国给拿下了。秦王为了感谢商鞅，奖励他许多财宝呢。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一下子就成为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商鞅为了让百姓相信国家的新规定下了多大的功夫呀！诚信是十分重要的美德，只有说话算话才能让大家相信你，所以小朋友们一定不能说谎哦，答应别人的事情也一定要做到，不然失去了诚信，大家就不想和你交朋友了。好了，这一期我们了解了商鞅变法的过程，下一期我们再去看一看屈原投江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